们再去的。中钢呢？是啊。对，我们是要本来就要来这里，然后我女儿才说，哎，那你不要买，我本来买回去的车票，想要到哪一天我就坐哪一天。然后我女儿说，那没有买，我一整趟跟你进来坐，因为她不知道什么时候去。后来她说，哎，你既然折后，那从折后回去吧。后来我才来这里坐。車内前方の運転表でご確認の上、運転席横の。